我想問咧，介唔介意我要一張你冇戴口罩嘅相？你賴嘢啦！加油！玩得玩得多得玩之質嘅，你有冇 gas？ 整個家事上嚟挑戰你得玩嗎？玩乜都得有獎有罰，五四三二一齊圍埋睇，圍埋睇，我哋今日玩嗎？新冠狀病毒繼續打擾香港人嘅日常，政府推出禁乜令、限乜令，對市民又有咩影響呢？疫情有冇搞到你啊？梗有啦！你睇我咁靓仔，戴咗口罩，个个都以为我丑样。你咧个样，喂，你唔戴口罩嘅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唔该晒。哎，真系靓女翻啊！咪就系咯，所以今日我哋就要一齐寻找口罩背后的靓女。靓仔，靓女啊！靓仔啊！我想问一下咧，呢个疫情咧，对于你嚟讲有冇影响大唔大啊？我啱啱喺美國翻嚟，所以都唔戴。屋企唔夠口罩用咯，之後去排隊咯，落街之後就咁著套睡衣落街咯。你呢個口罩都幾靚喎，黑色咁樣。香港人啊嘛，黑色啱啦。即係喺疫情裏面咧，成日要戴住口罩啦，係咪？嗯。咁遮蓋咗你美麗嘅面孔咧，令到一啲情窦初開的少男失去了很多他們可以欣賞你的機會，是嗎？差不多。你覺得你自己十分是最漂亮的話，你自己有幾分？五分。我想邀請你做一件事啊，就是你可不可以 send 一張你沒有戴口罩而你覺得很滿意的相片給我們啊？現在你經常戴著口罩，你是不是覺得很辛苦啊？有。那你會不會在街上除了它啊？會。點解咧？有細菌，主要都係戴白色口罩啊。多數咯。點解唔買其他顏色咧？呢啲舒服啲，我覺得。哦，因為藍色嗰啲有時戴到耳都會痛。咁你覺得佢影響到你最犀利係咩啊？考試咯，因為我今年 DSE。你如果可以對政府講一句説話，你會講咩啊？唔好再行錯步咯，唔好再行錯棋。即係而家唔使翻學都減少出街。哦，咁變咗你咪就係要即係喺屋企上堂咯。係啊，要喺屋企上堂。原來係咁，咁有冇啲阿 Sir 即係俾媽咪叫佢收衫啊嗰啲俾你睇到？哦，咁又冇，哦嗰啲因為有啲私隱問題嗰啲。咁你同你男朋友親嗰陣時咧，會唔會戴口罩㗎？唔會啊。最長試過用一個口罩用幾耐啊？正常時間咯。即係我意思，譬如話，因為而家成日要戴口罩咧， oh. 會唔會其實喺眼以下咧，其實基本上都有素顏嘅咧？都會，即係唔會化胭脂啊、唇膏嗰啲唔會化咯。OK， 即係著盡咗個眼妝就緊要好多啦，咁樣 OK。我想問咧，介唔介意我要一張你冇戴口罩嘅相？你賴嘢啦！加油！你有冇 gas？ 整個家事上嚟挑戰你得玩嗎？玩乜都得，有獎有罰，五四三二一齊圍埋睇，圍埋睇，我哋喺度玩嗎？玩乜都得，玩得多得玩之質嘅。你有冇 gas？ 整個家事上嚟挑戰你得玩嗎？玩乜都得，有獎有罰，五四三二一齊圍埋睇，圍埋睇，我哋今日玩嗎？